兰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明白了，我要来帮你。帮我？嗯，师尊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你师尊？第二步，主动。这不好吧？啊！最后一步，主动出击。以前的魏凌月已死，以后我是谁，由我自己决定。回去告诉你姐姐，她的诚意，我收了。